第3期 SBO 超级联赛在板桥体育馆热烈开打，现场几万大批球迷进场看球，究竟球员有什么看法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其实蛮兴奋的，每个球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今天这场地看起来非常的棒，然后又现场那么多的观众，对啊。 The feeling is it's definitely making me feel like I want to play, and I definitely miss it, and I'm just very happy that the season is now finally started. 觉得好像自从那个中华队结束回来之后就很久没有这种感觉，对啊，那就是很期待这样，很期待也很兴奋啊。然后看到，因为真的这里真的很塞，而且第一次来这边打比赛，觉得蛮新奇的。然后也看到这么多球迷开幕战，让我那么多进场，很开心。不止球员满怀期待，场边观众一样很兴奋，甚至还有球迷大老远从澎湖坐飞机来台北。 就是要感受SBO现场的热闹气氛。哦，我从澎湖特地搭飞机来看这场开幕战。对，每一位认真的球员，我都会给他最大声的呐喊。这样，帮富帮加油，苏伟特地来看苏伟的。这么近可以看到球员打球，就是跟电视上差很多这样。而且看球员的表情都很明显，就是可以看到比较近的地方。 SBO 开幕之夜，小小的板桥体育馆挤爆众多球迷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除了收看未来体育台的现场直播，还可以到现场观战，一起来感受篮球的热情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